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成这个音和相关的汉字。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了成音和相关的汉字。实际上，成音和相关的汉字和成音及其相关的汉字呢，也是同一个出处同源。那么在成，我们说过嘛，那个成就是祖宗观察到的，就是这个植物啊，能够生根发芽、成长、开花结果，最后再归于泥土啊，有种子了，这是有种子的，那么有这个根儿的呢，那也就是枝叶枯黄啊，所谓的一穗一枯荣，那么通常呢会这么不停的循环生长，称之为成。那么，其实成呢，也是这个意思。你循环生长，完了，就等于一个圈儿画圆了呵呵。那么接着画下个圈儿啊，一个圈儿一个圈儿这么画啊，那就叫成。那么，做完了完结了，就叫成。那么一个圈儿一个圈儿这么画啊。其实大自然当中给了我们好多的启发，只要我们去仔细的观察思考啊，说道在万物之中啊，一切道都在向我们显现这个法则。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这说这个圆圈，一个圆圈一个圆圈的话啊，种子啊，人、动物其实都是这样，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一生一生一生，一代一代一代，就是这么圆圈，自己。生老病死，那就是自己的这一个圈儿画完了，人生完了，那么去做其他的也有这么一个过程，也画完了。那做人呢，肯定要多次的做，那当然也可以一次做，也可以多次，可以万劫万次做。那么一个圈儿一个圈儿组成了一个大圈儿，一个大圈儿呢，还一个大圈儿一个大圈儿组成了更大的圈儿。我在前面呢也跟大家都分享过，其实道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祖宗在《道德经》当中，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反者道之动是什么意思？就是循环往复，一圈一圈的做，那道就是这么驱使整个物质世界。其实当然了，不光光是物质世界，就驱使三界都是这么驱使的。这就是规则没得商量问为什么？这是你我都同意的。那么一次一次的，那么这么循环。有的中途夭折了，那就叫不成尽管也是成成那个成也叫成我们这个成功的成也可以说成功都一样。只不过我们还是那个话音嘛有两个了，因为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规范定调之类的。那么完了圆满了叫成，所以祖宗在最早这个成字是画的所有的工具挂在树上挂在枝条上，什么意思呢？不需要工具了，什么都不要做了，做完了，这个完结了所以叫成成功的成，那么就这个意思那个成画完了一圈整个这个过程完结了，所以就叫成。那么这个你做圆满了生老病死都完了，没中途夭折没半道作废，那么整个这一个详尽的这个步骤、路径取向、方向等等各个方面，整个这个做成了的这个圆圈所有包含的内容那么。就是一个经过所以有叫程序的程你是靠什么？那么整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就是程过程你看没有？那么你这个整个这个成功的这么一个详尽的这个经历就叫过程的程当然了，这个程以后又演变出来了我们只是跟这个音我们先去挂上钩它就是从那儿来的。那么还有一个成就是口王一个口一个王，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王这也跟王有关系，就是他表示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向自己的内心或者向神明或者向天地，因为祖宗那个时候还没认识到人人都是神
当然有一些认识到，没有完全认识到啊，知道有一个规则，有个天道法则，那就是神，那就是明，老天爷，那么就是天，哎，天，我们作为这个人啊，通了三界了，天地人嘛啊，都明白了的，哎，人啊，谦卑下来，上向这个汇报，向上汇报，其实呢，就是人人都是向自己汇报。那么把整个成的这个过程呈现出来啊，展现出来啊，就叫成啊。所以成有现出来啊，描绘出来啊，放在那儿，哈哈，就这么个意思。实际上这也是祭祀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成呢，啊，就是指展现啊。当然了，这个成后来又有好就是交割，因为你展现就是传递嘛等等，那么也是这个成。还加上走劲儿，走字旁啊，这个走字旁呢，这个成啊，实际上和这个没有走字旁的是通用的。最早现在呢，我们又分解出意思来了，那么具体的意思大家自己去查字典。我只是说，这个两个成字啊，都是从这个音啊慢慢这么发展出来了，一个圈画圆发展出来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城市的城，城市的城，这是后来发展起来，科学发展了。技术提高了啊，这个手段进步了啊，人类充分的利用了工具啊，要把自己居住的地方啊围起来啊，安全的保护嘛啊，建了所谓的墙。那么墙呢，你要建全了，这个地方才能称之为城，就是你也是把这个城墙是圆的嘛啊，当然我们这方的那实际上也是一个圈啊，那么都叫这种城。啊，围着的地方，居住的地方叫做城啊，就是说被这个墙啊围着的地方，那么它已经围圆了啊，都围起来了，所以就成居住的地方，哎、啊，这也是，大家心安了嘛，嘿嘿，在里头得以安慰，啊，安全嘛，啊，所以要城市的城，其实最早就是土城，城居住个地方，当然有市啊，因为那。通常你值得围起来都是人多嘛，你一个村儿一个那没必要围，那工程量太大。那么还有一个城呢，就是说，继承的承。那为什么它也叫城呢？实际上两个城，啊，层两代，啊，两层，啊，两辈儿，哎、啊，两个圆圈儿之间，那肯定还有连接的嘛。那么这个连接的就是城，因为什么？你把这两个城连接起来，那还是城。那么使城能城的连接啊，就叫做城。说承载啊，承受啊，那么这继承啊，那么所有这些东西，我们第一个圆圈有了，那第二个圆圈肯定得有所依托，有所遵照。你不能乱来乱画啊，第一个圈大，第二个圈就小，有可能啊赔了本嘛。那么这个城就是两个城之间的连接啊，叫做城。那么城啊，我们那个成功的成啊。土城的城啊，那都是做成了嘛。那么还有一个城呢，就是非物质方面的，就是诚实的诚。哎，诚实的诚呢，是今天发展的，就是最初诚实的诚，就是用语言，啊，或者用文字啊，把这个做成了的这个东西呢，或者这个过程呢，描述出来，所以言字旁嘛，那么描述出来。那后来呢？说，那么你描述这个过程，描述这个现象，描述这个步骤，描述这个进展，啊，那要实心实意的，你不能来假，要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后来沉淀成，你要想成，你必须真心实意啊，发自内心啊，去把它给讲述出来。真正其实这个语言了，那就有物质介于物质和非物质之间的成分了，所以有诚心诚意的诚。今天我们就是说啊，有一个就是。忠诚的诚啊，就是说，当然了，这个含义大家可以自己品味，就是说，真实的展现啊，怎么展现呢？用嘴、用语言、用文字就表示出来，整个成功啊，你这个实话实说的这个过程啊，诚实的诚。那么前面我们讲了这个承载的承，承载的承呢？那就是说啊，连接的地方。那么我们靠什么一辈一辈、一代一代、一层一层啊、一圈一圈的那么过来呢？其实是借助了原来的。所以我们
现在我们这些所谓的科学技术啊，又是什么等等理论啊，都是在前人基础的认知基础上啊，我们才能够得益啊，在更加的发展，认识的更深。那么这就有借助的意思，所以这个成呢有借助的意思。后来呢，我们祖宗发展仍然要出门干什么？乘牛啊，坐牛啊，坐在牛上也叫乘，因为你借助嘛。那么最早实际上是，在这个乘牛以前啊，乘马、乘驴、乘骡子、乘猪啊，这些动物作为那我们这个运输工具的时候，借助这些东西动物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成祖宗就是那时候就和猴子一样啊，在树上。从这个树上，你不能出溜下来再爬上去，那就直接树跟树之间搭接，哎，过去那也叫乘，哎，因为什么？你看没有？这就是实际上乘的一种承载方式嘛，借助的方式嘛，借助树枝啊过，所以也要乘。所以有，其实最早的时候，这种东西是有能变形的，特别是竹子啊，这晃两下就晃到那边去了，就借着这个树的晃劲儿，所谓的这个祖宗也是，实际上我们都不傻。那么也在观察思考，怎么能去利用，怎么能省力，怎么能走捷径啊，怎么能得益啊？那么就是从树，从这个树穿到那个树啊，借助树的枝儿啊叫成。后来就是说你借助啊这个牛马羊骡子啊，这个去出行也叫成。那么由于这个成是借用啊，就是驱赶等等，那么后来呢就有这个驰骋的骋啊，那跑得快，哎，叫骋啊，那都没有变啊，那就是那个驰骋的骋，是从这个乘坐的乘发展起来了。因为什么特指马，实际上所有人类能够借助的动物最快的就是马了。你说豹，那当然快了，比马快，但是它不接受人的驯服，人驯服不了，人能驯服的一些凶狠的动物就是狗啊、狼啊，驯服了。那熊啊、虎啊、豹啊等等这些大型哺乳食肉动物，人也试着，但是真的不成功。尽管我们有了先进的设备，那个老虎啊、狮子、豹子，我们在公园里头也有，但是必须强制。你说驯服的叫我们可以骑它，那祖宗也都是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所以那这个跑得很快的，那只能是马了。马是吃草的，对人基本上不会伤害，偶尔呢用蹄子踢踢人也会伤人，有时候还咬人，那但是那个概率都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有驰骋的骋，那表示快，那因为是马嘛，加个马字旁。那么还有一个这个丞相的丞，丞相的丞呢，我们在前面讲了这个臣，那么臣呢，其实它也是就是说辅助的意思，那么这个丞呢？也是辅助意思，就是人辅助人，称之为成，哎，那么人跟人之间有些东西呢，传承的时候没传承到啊，那忘了啊，那忘典数什么数典忘祖啊，那么别人来提醒人帮人，哎，来完成这一个给接上啊，所以叫丞相的丞。那后来这代表一个官员了啊，叫丞啊，县丞、丞相。那都是说帮助的意思。其实，我们官府的发展，政府的发展也是这个城呢，和这个令啊，就是君，那一主啊，那还不一样，那只是个辅助的。所以是帮助别人成功的啊，这个人叫做成。那还有帮助别人成功的东西呢，我后面慢慢分享。还一个就是，澄清的澄。你说我们。东西成了啊，地球转完了圈，地球成了，我们做什么东西做完了，完结了，做圆满了，那成了。那水是怎么成啊？它也有成啊，就清水呢，清全是水了，那就说水要成了，哎，那就是成功的成是什么？就清，后来演变就是把水浑浊的水，弄得透明了，那叫成。曾经的曾，那么还有一个惩罚的惩，惩罚的惩是什么？在整个惩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参与其中的人的内心啊，那都会对这个过程啊，成功，过程呢进行反省，所以有个心字，心为什么呢？是那种对我们的良心，对我们所作所为所行整个过程当中，是不是遵守了天道法则，遵守了自己的良心？那么的一种反思，
那么我们没有遵守呢，我们良心会谴责我们，那叫心诚。哎，那么这个由于良心的驱使，使我们才能成功。那么良心驱使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做了违背天道法则、违背良心、违背本性啊、违背道德的时候，使得我们归正，那叫成吗？你成。我们现在当然有法了，这是它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也就成心诚，我们使得我们成功，所以要惩罚心诚，哎，就是，我们的良心通过校正我们的行为，我们起行动，我们的一切使我们成功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么一种方法，就是惩罚啊，就所谓的悔改，哎，那么后来演变这个惩呢，有罚，因为你惩要付代价的嘛。当然是演变到现在，那最初这个程序实际上就是反省啊，用自己的内心纠正自己的，真正的内心纠正自己，经后天形成的一个逻辑，自以为是也是自己的那个，错误的逻辑，叫做成。那么还有一个成呢，那水清为成。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说这个太阳是什么？日成就是日是怎么成的呢？那就是光亮、闪亮啊，那就代表做成了啊，太阳做成了，太阳做它的事做成，做的圆满，它这个履行了它的职责，所以叫成。当然也度圣，哈哈，那圣多嘛啊，所以这个太阳的成啊，光亮啊，就演变成了成，因为太阳做的圆满了嘛。那么还有一个我们什么叫成呢？就是秤啊，我们在车里都分享的，就是实际上就是天平啊，左右都有对称嘛啊，对称，那么左右都一样，就达到了平等，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人家走都说你偏一点，大家都不愿意，我在秤的这边，你在秤的那边，那肯定要都一样，大家才舒服嘛，觉得这样才是道理，这样才对。所以这个那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左右平衡啊。确实就是平等啊，不高不低，不多不少啊，这就叫称，那是真真正正的，这就是说我们那个能够衡量成不成的这个工具叫称啊，叫它考一考。那么所以呢，还有木字边坑，后来其实最早的称也是木头做的啊，最早是禾加那个称耳啊，其实这两个后来都演变。都一样啊，木平啊，这个东西平了啊，那就叫秤啊，不平，那不平等嘛。祖宗这个智慧确实是了不得。那么对这个平衡、平等，叫这个东西不偏不倚，没有侧重，那就是秤。秤呢，那得有个支撑，中间那个秤的中间那个大柱子啊，那主要的那叫秤，它是把这个平等支撑起来的。由它才能促成了秤的秤啊，那它也是秤，它是秤的关键啊，中心。当然还有你说那个杆儿也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整个啊秤的这个过程，我们有的时候是潜移默化。你比如说像我们，看这个植物这个一代一代生长，我们看不出来，所以要用眼睛去瞪着看啊，整个这个过程。啊，也叫成啊，你去看这个成功的过程啊，叫成，瞠目结舌的成，就是瞪个大眼看，要仔细的观察，要认真的观察，就像我们要发现真理真相一样，要仔细认真，发自内心啊，保持一个公正的心去观察，叫成，就是瞪个大眼看，也叫成，因为瞪着大眼看什么？看成功的这个成的这个过程啊，它是潜移默化的。你说一个小苗。生长，我们瞪着眼看，那还得睡觉吗？你只有那么，瞪着眼看，实际上也没看出啥东西来，因为我们与记忆这个长度连续也是很有意思一个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作物的生长、植物的生长，那是要过一段时间它真的变化了，因为你记忆当中你有了比较啊，你才知道。但是呢，你真正的想去研究的时候，就要瞪着大眼看啊，仔细的看。啊，不眨眼的看叫成啊，看这个过程你才能把它弄明白。其实呢，这个说是有个目的，那么用心
你就知道，那肯定是一点一点慢慢长的嘛。我们，慢慢就都能够去印证啊，知道这个东西。还有一个橙子，这个橙子的橙，实际上也蕴含着一个，就是平衡啊，平等。橙子的橙呢，和橘子的橘呢，实际上是一样的。那么，只不过呢，因为这是更后来发展了，橙子这是最早的时候这种植物啊。就是类似的，真正能发展成现在我们吃的这个橙子，那都是经过多少代人力，就是不停的选种啊选择而形成的。其实它也是，你看没有一半一半的，组成了这么一个圈儿，它也是一种橙啊，向我们演示了它是一半一半一半半哎组成的，也是有一个过程，这样一个植物啊。这个果子，啊，所以叫橙子的橙。那么橙子呢，当然还有其他的，也有它有一些特定的含义，但是呢，都是包含所有在这我们刚才分享的这个橙子里面。那么关于橙子呢，这个音和字，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好，谢谢大家。